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。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，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不容任何外部干涉。日本有关智库的报告对中国内政、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同他国关系妄加评论，有关言论不负责任也是站不住脚的。 由于历史原因，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。近年来，日本大幅增加军事支出、军费支出，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，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。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，停止靠渲染中国威胁，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。